我们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其实我们拿到超多东西的、欸，这样应该算是满载而归吧。特别是29颗钻石、欸，哎，超级多哎、欸，还有两个阿元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很丰富。可是都没看到僵尸啊，僵尸都去哪里了？六个，我也只能再做一张皮哎、欸，六个只能再做一张皮。背包要八张皮加一个储存箱，八张皮、欸，八张皮会不会太多了？目前三张加这里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这已经烧出来了，就是刚刚那个三张没了。哇，这个还有得打哦！我是不是应该先跳过这个任务了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啦，炙热的选项，灵魂绑定的书、欸，哎。欸、先做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简单。这个我只要做一个铁桶，然后到旁边这里有一桶岩浆捞起来，嘿嘿嘿，火热的东西有了哦，申请奖励，灵魂绑定可以绑定在这些东西上面。东西死了就不会喷在地上，就会留在身上嘛。哎、欸、哎，赞、欸、哦！我目前还没有需要绑定的，先存着。钻石太多了哈，马上升级我的装备，全部都变成钻石装。哇哇哇！哟，好爽哦！有钱就是这样挥霍的，用钻石包覆我，把工具也升到钻石的，钻石斧、钻石剑，还有什么吗？应该都不需要了吧，这样就够了吧。其他的这个留着，装备存进去。嗯，好像太爽了哦。我们现在越来越强哦，僵尸要打再来打啊，要打再来打，我们可以打了。哎、欸，又发现了，我发现这附近很多营地、欸，哎，是不是？不是什么？不是很？哎、欸，针管，雷雨盾牌尖刺效果。哎、欸、呦，这个好像不错哎、欸，针管。这个是什么？植物魔法宝典。这个是营地。哎呦哎呦，哎、欸，其实我靠搜索的就好了嘛。古籍锋利。强力，哇哇哇哇哇！这个是附魔的、欸，哎呦，赞哦！感觉怪真的好少哦，怪都去哪里了？哦，在这里，怪都去哪里了？这个我是不是要逮他？逮他一发、啊？哎呦，哎咻，没打到，哎、欸、打到了，我是不是要先逮他一发，让他有发光，我才可以打？哦咻，哦咻，好了。哎哎哎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有钻石装，不同凡响喽。哎、欸，发现不一样的矿物嘞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冰金矿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冰月长石不是冰金矿，月长石前面又有这个，这个是这个是什么？扭曲藤，扭曲藤也可以收获。那里面嘞，哇哇，等等，这个啊，铜锭。我以为是什么嘞？还有魔力钢，我发现每一次出去没多久，身上就全满了。出去没多久，身上全满，把东西存回去，然后再出去一趟，我真的要整理一下我的库存嘞。没想到才玩一下子，东西就爆仓了。好了，回来再把这些拿走哈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身上那个铜锭拿到身上。就变了，魔力钢也都拿到身上了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库工掉下来了！哎呦，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掉下去了。哎，下面有冰冻僵尸，哦，还有其他生物在底下。哇哇哇！哎，召唤风雪了，哇，好酷炫哦！他召唤风雪嘞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
只能损一滴血而已，没有效果。那个要烧过才有效果。哎，岩浆桶，这个可以吧？哦咻！哎，有岩浆桶也行啦。啊下啊下，可以 ，yes， 杀死了，哇、哦，拿到冻肉，不一样的腐肉。这个冻肉也要烧吗？哎，不用哎，可以直接合成哎，一样。所以冻肉跟腐肉是不同的系统，不能混着用，是不是？如果不行的话，有点可惜哎。他还可以做这一本幻灵魔法指南，这个好像比较好。那我把这个腐肉先留着好了，看一下我的这个其他的任务都好多都完成了，结果我的旅行背包就是做不出来，先领好了，领申请奖励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超脱凡俗的矿物，哎呦，收集三个月光石晶体，有月长石。接着我还有幸存者的两个任务完成，好多哦，怎么会这么多哦？这个宝箱怪，有几率伤害攻击者，这是什么？有几率雷击攻击者，雷击攻击者这个感觉好像蛮炫的，选了啦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寒冰者，我都击杀完了，我击杀幽灵。那个流毒，然后冰雪僵尸，我可以有哦，可以骑马了。好啊，申请一个马，可以骑马，骑马打仗。这里有需要骑马吗？这个要击杀16只哎，哇，也太多了吧。来看最后一个好了，燃烧的世界，还有一个要申请。要申请什么？这个，奖励通过了，所以我可以开始这边的生活了。那我应该要先做一把剑矢出来，对不对？八根剑矢，我左错错右错错，只能做出四根而已，没有办法做八根呢。刚好这一根变为一般的剑矢，也少一根呢，不够啊。先把我这个戴上去，这个戴上去，然后这个我不要显示好了，一直戴绿帽，不显示了。我这边把签订也烧出来了哈，可以领一下这一个无用的金属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真奇怪，为什么要用这个金属呢？这个金属真的没用吗？感觉铁铅粉，好像有一点用吧，铁铅粉应该有用吧。铁铅，好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它要做什么用。烧了一堆出来，不知道做什么用，收起来。好了，我们就继续出发探索我们的洞窟哦。我是很希望赶快多找到一点僵尸啦。那个可惜事与愿违，僵尸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喜欢出来。这里的僵尸好少哦，怎么会这么少嘞？不合理啊！哦呦，又有新的宝箱怪了。这个长得不太一样。这个宝箱怪好像比较强，好像比较强。哎呦，跳走。跳走！这个宝箱怪好像比较强。等等，还被中毒了！我要死了！赶快闪！我要死了！他有追过来吗？有，好会追！我要死了！我被他击落了！弗利克把我击落了。我先回来捡我的物品。这个宝箱怪真的有点强哎！在这，不妙，要死了，要进入死亡轮回了。有，先把装备拿回来。谁一直在偷丢我？在这里，有够远的。
哎呦，不要再丢了，不要再丢了，不要再丢了，怎么这么多啦？我怎么这么过得这么悲屈的生活啊？动不动就要被那个丢死哎！先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哦呦，躲起来，这里，这里哦，这里又有宝箱怪，什么鬼啦？又要死了，又要死了，我先爬上来。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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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太凶残了。哎，又被克利夫杀死了。哎，他们很会丢超烦的，那边真超级远，就那边一直丢丢丢丢丢丢的，搞什么鬼啦，完屁哦，走过去就要死了，一直丢丢丢丢，就是他啦，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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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这个这么强啊，莫名其妙莫名其妙，哦呦，这怎么了，爆炸了啊，为什么又涨了，这个怎么那么多，这个这样子打不死哦，还有这种事哦，还有这种事哦，这个东西好烦哦，这里捡到一个吸血鬼手套所以刚刚的宝箱怪死在这里哦，吸血鬼手套怪怪的感觉哦，又被丢中了，这里这里这这这里，我刚刚从这边下来到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宝箱怪，等等等等，又被多重夹击了，砍死你砍死你砍死你，不要再来了，砍死你砍死你砍死你，杀死了，等一下，克利夫又在丢了，克利夫到底是宝箱怪还是什么啊？有几率点燃攻击者，这个应该是更好的吧？打雷不重要了啦，攻击点燃攻击者比较重要。我们每一次在这边，这里有腐肉帅哦帅哦，都快被他打死了。会咻会咻，到底从哪里丢过来的？超级远的，我刚才是不是之前在这里？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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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把东西捡回来。哦呦哦呦，还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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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完。东西太满了，太多了，等等等等，又还是被丢啊！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小小可爱的那个草金，竟然是我的梦魇。这个草金，竟然是我的噩梦。小小可爱，灰熊，等等，我本来想要跳过来的，结果还被他打了一下，被扒了一下。没跳过来，小草金，你们在哪里？这里，小草金，杀我杀我杀！还有吗？小草金，我现在看到小草金就讨厌。原本觉得他们长得有点可爱的，结果超讨厌。等等，我陷入吃不饱，然后一直被草金丢死的梦魇气死我了！好了，去死吧，草金！死，我死，丢死！下面还有是不是？哇，太远了吧！这么远就在丢？我有时候会让人家烧起来，小草金烧起来。这个好像蛮棒的，小草金烧起来。小草金应该蛮怕火烧的吧？我只是觉得我打他们打到很想吐啊，现在看到他们就讨厌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可恶的小草金又来这里了，又来打人了，小草金又在打人了。哦呦哦呦，连续的攻击，哎呦哎呦哎呦，
哎咻，哎咻，哎呦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个小草精好烦哦，可以让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吗？他们好烦哦。哎呦，前面这里有神怪箱哦。哎，神怪箱，等等，这个长长的喷火是在干嘛？他在吓唬谁啊？啊，长长的火焰。哎，要爆炸了，要爆炸了，要爆炸了！是女巫，是女巫！哇，要中毒了，要中毒了，要中毒了！先闪，先闪，先闪！哇，每次打架都这么辛苦就对了。哇，丢太远了吧，丢太远了！哎咻，哎咻！哎，我先砍死你！好好好，一个了，一个了，一个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这个太恐怖了！哎，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！要被僵尸抓死了，先走先走，赶快先跑先跑。这个是什么？新的怪物吗？啊，有有，他燃烧了，我应该趁现在。哎，哟，死了！原本以为跑得够远了，这个女巫也太会丢了吧！我的皮革什么时候凑得齐啊，气死我了！有了有了有了，回来了回来了！然后杀死我的人跑了，这么无耻哦！哇，连让我复仇的机会都没有，杀死我的人就这样跑了，太无耻了！你们太无耻了！这个是什么啦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熔渣，熔渣可以干嘛？熔渣可以做成火成岩，可以做成石剑，相当于石头是不是？熔渣跟行星项链、魔力环绕器，熔渣能做的东西还蛮多的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因为它就是石头的替代品，有能做的还蛮多的。我总结一下，我会死就是因为我吃不饱嘛，我吃不饱。然后他们又无视盔甲，啊，我穿钻石装有什么用？啊，他们都中毒啊，所以中毒无效比较有用，对不对？都无视盔甲，啊，穿钻石装有何用？气死我了！